고 있네. 消耗完，勉强获胜，23D，23D。我不知道我们的料理是什么，那个三星料理，哦，勉强获胜。能赢就是福。快随便先到一个岛休息。还要上岸吗？上岸。休息休息。最短ルートで向かいましょう。可以补血，但很可怕。知识可不便宜啊！哎，哦，我还以为真的有交易些啥。50%，哇，50%其实超多哎。哦，我们有一些黑银沙喽，哎，刚刚没训练就打，拜托。知ったや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じゃねえか。先把重要度高的。护照冲击。ずっとこんなもんだぜ。一举歼灭所有人，哦，强哎，帅哎！火焰风暴，ずっとこんなもんだぜ。装填速度上升，就可以射得更多。但考量我们平常都在航行，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黑银沙先给速度。知ったや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じゃねえか。燃烧。火球要换这个喽。네次기야도승다
继续我们的冒险。さあ、行こう。EX 没坏。休憩にしよう。今天多少还是会蛮呛的。没睡吧？次はどう？有状况的再跟我说。哦，所以他这个又换了。来，我们三个再看一次攻击力满，那么侧边攻击，这就是狙击。贝克最高啦，嗯，好像也是可以。有时候你看，像刚刚那个有没有那个商船，我们就要先贝克，其他的我们刚好都没那么多贝克，这长毛蛋。正方形，你有打之前可能要先看一下装备，然后再打。休憩は終わりだね。送礼。掠夺一空，啊！没问题啊。亲密度上升。家事を頼めるかい？送礼对话好像不会变。我记得没错了，没招他，不招了。休憩は終わりだね。全速力で行きましょう。レゴー。哦，我也可以顺便抱怨，今天找那个阿基因为他们来吃日料，吃别家的日料，不是好吃冻饭。我想说有一家日料，之前佐久来的时候就吃，还不错。嗯，他日式料理店也有牛肉汤，也有一些各式各样的料理。牛肉热就有点类似热炒，但它炒的都蛮好吃的。结果没想到今天去那些都没了，然后牛肉汤变成有点是炖肉的那种牛肉汤，它里面的牛肉块是那样，但不是温体牛，就汤头是好喝，但没有之前那么好，因为之前那个是温体牛肉汤，那个汤头就会变得更加赞，就觉得嗯，真是的。从口袋名单移出，呵呵，那炖饭也还好，冻饭也还好。蔚蓝海龟，询问商船。前にも見かけたことがあるやつ。ね。欸，他吃的冻饭，比方说炙烧鲑鱼冻饭，又来了。上陸できるでしょうか？他的醋饭不是醋饭，他甚至不是醋饭，他是热的饭，而且是白饭，白饭，热的白饭配生鱼片，但他生鱼片是炙烧的，如果是点生的，那他是醋饭，而且是 OK 的，算是不错了，就是不错吃。
但是炙烧的相关的他的饭就是一般的热白饭，我觉得不行。就我觉得之前有聊过嘛，就是热的醋饭我就已经不行了，但至少它就是一个也是一种搭配，而且很多人都说日本那边好像也是这样。但热白饭我真的觉得不行，就还是要一点配那种醋饭的感觉，就算即便是炙烧，那你像握寿司也是一样啊。那炙烧鲑鱼、炙烧什么，他的饭也不会用白米饭啊，是不是？太难过了这家店。我只能说，上次跟佐久是太强了，点到的都是好的。皮卡丘，白色的好可爱哦。醋饭，醋饭皮卡多。跟我们的传统一样，醋饭皮卡多。啊！我以为我们要去老先生了，这么神秘。气血充沛。やってみよう。有那个商人。さてと。嘿，你好。救出了一只，他是把它放在哪里呢？收到背包里。我不懂，我不懂。話しかけないで。紅黑劍士，好貴哦。これでいいんだろ。这个也得买啊。一応。然后我们这个是肉，钓鱼就可以了。最喜欢用肉肉啦。哦，蛮帅的呢。换一下，这个就还好。也是银白色，黑暗气息，中二，帅，乗るか。嘿，你好。
哇，他去哪？